着女丑十足的封号，凭借幽默逗趣的风格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但她在16年前淡出演艺圈，近年来鲜少在荧光幕前出现，不过近日却被拍到现身云林，近况看起来十分冻龄，脸蛋几乎完全都没有变，意外在网上引起讨论。前女团女 F4 成员叶廷真一日就透过 IG 分享自己到云林庙会，同时晒出一系列照片，其中就包括她与如花的合照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42岁的如花顶着招牌妆，模样与20年前出道时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差异，让网友纷纷惊呼就是记忆中的如花呀。同时网友也敲完如花再复出，好怀念她的搞笑风格啊。you